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这里是乐天玩具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和我们的蜘蛛侠一起来玩拆蛋的游戏。我们要拆什么蛋呢？啊，看看这里有一个，哇，这里有一个愤怒的小鸟的玩具蛋。哇，愤怒的小鸟，它瞪着我。蜘蛛侠是不是呀？蜘蛛侠说，你在瞪我，我就把你给拆掉。还在瞪我？好啦，我现在就要把你拆掉了。这个愤怒的小鸟，这个玩具蛋要把它拆掉咯。它也在看我，它还在瞪我，我就把它拆掉。就看后面看看啊，有一个警告，警告上面写着玩具内含有小零件，不适合3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。像是，那我们现在赶紧把它打开吧。看看从哪里打开呢？从这里。可以把它打开。哎呀，我们的蜘蛛侠倒下了。把剪刀了。分成两半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里。我们先来看看这边的，里面有个什么呢？打开看看。是牛奶巧克力，都给冻上了，天气太冷了，它给冻上了。挖一块小小的，尝一下，真好吃。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吧。再来拆这个愤怒的小鸟头像的这边，里面呢有什么呢？看看，是什么呀？哇，好像是一辆小汽车。这个眼睛有一点点歪掉了。贴好了，是一辆小汽车啊。原来这个还可以给它戴上一个小帽子。这样是不是非常可爱呀？红红的帽子，绿绿的车身，还有一个4个蓝色的小轮子。原来还有这个。玩具是怎么玩的呢？看看。这个小弹射的小汽车都把我们的蜘蛛侠给打倒了。太厉害了。我们再来试试。我们的小树也倒下来喽。
哇，哎呀，这次没有把它倒下。刚才呢，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所以才能把它给打倒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和我们的蜘蛛侠一起来拆了这个愤怒的小鸟的玩具蛋。这里面呢，有一辆小汽车。哇，还有好吃的牛奶巧克力，我还没有把它吃完，嗯，留到下次吃。愤怒的小鸟已经被我拆掉了，你再看我也没有用了，是吧？我的小汽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玩具蛋就拆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，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